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在等什么。我感觉五块钱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们先送一点那个挂轴好不好？又是直播常见 BGM 是怎样？好，来，我们先要问个简单的，请问一下，刚才在台上的这位歌手永宁，他有几首原创歌曲呢？好像有点少哦，我答案好像有点少哦。哎，到底是？等一下，我以为是这个，你怎么多一首你做的？这歌你做的，多一首。好，有大家有认真看表演的，应该都知道吧？等一下我对一下答案好了，我害怕。有人可以给我对答案吗？没有，好，好，不管了。我刚才说几首就几首，就这样。我刚才前面有介绍啊，我说几首就几首啊，可以啦，就这样了。好，来，刚才我们的这位台湾的歌手永宁，他的原创单曲目前有几首呢？抽到的答案的朋友，请用三把手举起来喽，一二三。后面太可爱了，让我忍不住想要点。不是，对不起，后面。对不起，我很抱歉。你也很可爱啦，爱你哦。几首歌你知道吗？少五首，恭喜答对了。我们请工作人员帮忙送一下奖品，没关系，我真的有很多。等一下，我肯定点你，好不好？你们闭嘴，不要引起争端。You very bad.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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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好，那下一题，请说出一位今天的表演者的名字。随便一位都可以，好吗？好，来，要回答，要数到三，帮我举起手来喽！一、二、三，有拿过吗？今天还没。好，来，请说。有听耶！来，再一个，数到三哦，一、二、三。少女刚才拿过吗？还没来，来。请说出一位今天的演出者的名字。斯文少女。斯文少女的后面还有两个字，你知道吗？思思雅，恭喜答对了。啊，工作人员帮我们听一下哈，今天真的很开心 ，AL 非常用心的邀请了很多很棒的演出者来到现场。那我希望大家，我也相信，以我看到的反应呢，大家今天看的都是非常开心，非常的尽兴。那大家呢，如果有喜欢的话呢，请务必要继续支持这个活动，还有支持我们所有的这个表演者创作者呢。喜欢的话呢，大家上一下我们的那个粉丝专页，帮他按个赞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帮我们分享出去，写个心得文，告诉大家今天你玩的有多开心哦。好，还有很多奖品，我赶快要送，不然我会送不完，很严重。来问一个，应该很少人知道，虽然我有自我介绍，但应该大家都忘了。有人知道我的名字吗？可以吗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梁小喵，叫小喵就可以了。那如果要找粉丝页，就打这三个字。目前好像还没有跟我同名同姓，所以应该找到。好，请问主持人叫什么名字？好，来准备喽，一、二、三。没来。请问我叫什么名字？小喵，恭喜答对了耶！哦，我好像买了音效包的感觉。好，来，再来，再送，我要送出来礼物真的很多。请问一下，这个活动这么赞，它叫什么名字？这个活动这么疯，送我这么多礼物，等一下听众还有很多加码抽奖。这个活动叫什么名字？三个英文字就可以了，准备好了，一、二、三。眼神坚定的这位朋友，就是你。大声点。A 什么？好像有点不对哦。第二个英文字。A I L。我就当你答对了，耶！帮我抽一下。哎，再来 ，AI 了，今年是第几届的活动呢？来，数到三，然后一、二、三，
我最喜欢问大字报题了，棒棒。来喽，数到三呢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刚才来这边。对对对，四月几号？二跟二三都记得，对啦。好，速速，那两个我要先送吗？还是我先抽？我先送好了，这两个是不是？还有，其实还有，好，那来问一下，请问，喂，还有什么可以问？请问，你今天觉得好玩吗？啊，如果打两个字就会被我赶出去哦。哦，来数到三哦，一、二、三。拿着这是什么剑吗？各位朋友，你觉得今天好玩吗？超级好玩！超级好玩！来，恭喜你抽到一下奖品。好，那再来，请问你下一次还要不要来？准备好了，一、二、三。前面好，这位小姐好。下次还要，而且还要出控制，期待你的扮相。来，工人帮我们送一下哈。还有，是不是还有很多？看一下还有多少？还有一二两个，啊，里面还有吗？反正我先送两个，我总之先送两个。请问一下，等一下要不要加码？请问今天演出有一个两人的团体，他们穿的是粉红色的衣服，粉红色白色的衣服，然后他们的团名很好吃的感觉，请问这一团叫什么名字呢？好，知道答案咯，准备好咯，一二三，来，呀咪呀咪，恭喜答对了。那再问一下，今天还有，我们现在就是看我眼睛看到谁了？今天有一组演出者，他们的表演是古风的表演，哦，古风的双人组的表演，请问一下，这一组团体叫什么名字呢？准备好了，一、二、三，你知道吗？你有知道吗？差一点点。差一点点，好，我再选一个，准备好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来，花尖角，恭喜答对啦！差一点，真的差一点。还有谁啊？我自己介绍到忘记有谁，等一下我偷看一下。还有谁？别别别，哦，来，有一组两个人的，然后他们是进化的精灵。请问他们叫什么名字？哎，对，没错，粉丝也打开比较快，确实，粉丝也打开看一看比较快哈。他叫什么什么之音，好不好？这应该可以吧？来喽，准备好喽，一、二、三，你拿过了吗？今天拿过了吗？好，来，什么什么之音？心灵之音，恭喜答对了。还有谁？思雅刚才有人回答过了，还有没了，没了吧？莫广挺，好，哎，我讲了啊。请问莫广挺是一间在哪里的女仆咖啡厅？在什么县市就可以了。好，准备好了，一、二、三。台南，恭喜答对了。来，是不是差不多？再送一个，再送一个，我们就来抽奖了。不然大家在这边等那么多，是不是抽奖？什么时候要奖嘛？好，那问一个什么呢？请问，这包问什么？怎么办？不行，不能问这个。请问，我真想不出。
出来怎么办？请问 AL 这个活动有几天呢？好难哦，怎么这么难？怎么没有大超了？好，来，准备要抓答案了，我们请大赛马小机器来了，一二三。那你有谁？哦，猫耳朵的这位女生，好了，两天，恭喜答对啊！哎，好，我们先来抽，好不好？等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挂轴要送的，我们再来送。我们先来抽一下，大家有没有投票券？不是投票券，摸彩券还没放进来的，还没有的，现在赶快飞奔过来，还来得及，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要抽喽。那我先抽什么？先抽大哥没有输，我们先抽大哥好了。大哥头上有那么多东西哦，看看上面写什么。绝版稀有咖瓦，日本大咖很多题材，单售比抽夹不到稳定。去日本一趟也不一定能买到一个，疫情后更难入手。等等等等等，好，大哥没有输，来抽一下，把我们大哥带回家。幸运的朋友是00335有在现场吗？我刚刚忘记说，抽到要在现场哦，喊三次不在我们会乱人哦。00335有在现场吗？最后一次哦。哦，是你哦！来，恭喜！来，我看一下你的这个00335，恭喜！来，帮我到旁边领奖。接下来抽隔壁那个是谁？雨林的谁？我不会念他的名字，我没有看后面，我只看第一名。总之你们知道是谁就好了，知道是老婆就好了，好吗 ？OK， 的模型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看第二部。好，来抽到的是00708，00708有在现场吗？哦，恭喜！哇，太厉害了，这个猫耳可能有幸运加成。来，借我看一下。上的陈根莲，00708，恭喜你！那我旁边这边领奖哦。好，来，这个呢，加码的部分呢，我们还是要请主办大大叫他来，让我们那个一下，知道的。来，掌声欢迎我们的主办大大。麻烦工作人员帮我把它架上来好吗？负责付钱的人，文代安安，早安您好。我们代表现场所有的朋友，我们觉得两个奖品不太够。大家觉得不需要加码是不是？请问一下台下。一场再去买不行哦，就是现场立刻去挑，然后一样就是刚才说
你如果挑少于一千是不可以补现金给你，但是你如果挑超过的话可以补差价，好吗？来看一下这位幸运的朋友是谁。00456，00456在现场吗？最后一次，00456在现场吗？没有。
还是在位数。00604。不可能。哇，恭喜！那我们对一下。哎呦，00604，恭喜！那我们到海边，你拿到这边。哇，找女仆领奖太赚了吧！光是领奖这件事就赚到一个不行，太棒了。怎么办？奖抽完了哎、欸，还要再加吗？我自己加，我加。那大家今天有买演出者的台历的吗？他自己已经想上来了。哎、欸，那我不用出钱。主办大大，主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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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想你哦，一日不见如隔一日啊！来来来来来，都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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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已经有60秒没有看到你，就有1分钟没有看到你，这样子的感觉啊，真的是很棒啊！哎，主办大大，我有个提议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演出者吼、哦、很棒，然后很多人是特别从台北来的嘛，然后现场朋友有些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的这个演出者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可能还没有很熟，有点害羞。我觉得给他们一个机会，跟这些演出者们来交流一下。我们赞助他们开立的，可以吗？对表演者太热情。谁对表演者不热情？谁啊？我没有啊，我超热情哎、欸，有吗？哪有热情？可以掌声一下吗？听一下这热烈的掌声。你要去看医生哎、欸，一直重听，你要去看医生哎、欸，可以再热烈一点吗，大家？把耳膜弄破可以吗？尖叫声来一点可以吗？对，那加什么？那不然最后一个再开放给大家，跟主持人拍一张拍立得。那个莫广挺，还有我本人，五张拍立得，好不好？你要合照还是独照都可以，就是等一下去兑换，然后我们都现场拍，然后现场帮你做签名跟署名，这样。谢谢，谢谢我们主办大大。我想他这个月只能喝白开水了，快要没有出饭钱的，来。抽一下这个，那也希望大家呢，如果有喜欢今天的演出者的话呢，都可以到他们的午饭摊位给他们一点支持，好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抽不到二位数，哎，好神奇哦！这个，哇，00401，00401有在吗？我们冲！
没有，没有要冲他，开玩笑的。我不认识他，我乱开玩笑。对，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开心，这两天的活动，现场看到大家跟我们一起玩，然后很多朋友一起来参与。那希望呢，大家今天不管有没有收到礼物呢，都非常非常开心的回家。那也期望呢，我们 AIL 才可以很快举办，然后再叫我来跟你们玩，好不好？希望很有机会呢，很快可以再跟大家见面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梁小妙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